好，另外市民代表肖明龙关心撒库部落的建设发展，他建议应该美化国服花海，并且打造特色的道路，结合部落市集，让撒库部落能够成为花莲市的特色重点部落。 市民代表肖明龙关心的议题非常的广泛，其中打造撒库部落的花海景观和特色道路，他认为可以和花莲市农会合作，共同建设部落观光产业。针对撒库部落对花海以及特色道路的规划，我非常感谢和施工所把我的规划啊也能够接纳。那为什么要规划为特色道路跟花海？最主要的意义就是。 有了花海，可以利用到那一块1.5公顷的土地，把它规划为花海具有特色的一个花海，同时也具有这个稻草的艺术品来做规划。那有关沙吉拉尔街那边，我为什么建议说要有一个特色道路？因为施工所啊对特色道路非常的重视。那假如说在部落那边再加上一个。 特色道路跟特色围墙的话，会衬托花莲市这个部落啊，这个观光可以吸引观光，同时也把这个撒库部落能够复兴。其他还包括了地震复建计划、清洁队工作任务、部落聚会所新建、原住民研习课程、佐仓公墓 BC 区的迁葬。 南滨抽水站志宏慈新建等，肖明龙请相关科室说明回复，也希望公所团队要发挥效率，创造民众的幸福生活。谢瑞慧，华视报道。